气血两虚，百病缠身，不妨试试八珍汤。如果你气血两虚，平时总是感觉头晕目眩、少气懒言，还有自汗乏力、畏寒肢冷、面色淡白或萎黄、心悸失眠等表现，说明你真的该补补气血了。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补益气血、调节神经、滋补身体的常用方——八珍汤。八珍汤有两个名方：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组成，含有人参、炙甘草、白术、茯苓、当归、熟地、川芎、白芍八味药材。前者可以强健脾胃、补中益气，后者为补血第一名方，两者共用有气血双补之功。方中人参与熟地相配，益气养血为君药，二药为气血双补的常用配伍。人参为补中益气，性主动属阳；熟地黄为补血的良药，性主属阴，一阴一阳，一行一气，合用则阴阳兼顾，动静结合，气血双补。白术茯苓有消肿利尿、祛风除湿、健脾和胃的功效，助人参益气补脾。当归、白芍有养血和营、健脾祛湿的功效，助熟地滋养心肝，均为成药。川芎为佐药，活血行气，使地、归、芍补而不赤。炙甘草为使益气和中、调和诸药，全方共八味药，以益气养血为核心，以行补调补为特点，特别适用于气血两虚的人群。不过在该方调理之前，最好还是要先找专业的医生辩证。